由呢個尾站開始搭翻海船站啊！出面有啲檢查，依家插緊電嘅啦佢。佢呢兩個 mon 咧就會連接住出面嘅閉路電視，咁啊臨尾先影啦。閉路電視咁啊，遲啲連接入呢個 mon 度。Note 7。我司機開車咪好熱咯，成日都咁。哎，係啊，喺度啊，行翻轉頭啦。做咩噶石老师？搭车时啦，咁啊，嗱咁样见到有啲望到侧边啦，咁啊当系嗰个倒后镜啦已经。车锁门，咁头先未锁嘅。我是想说，你如果这样做够的话，加速、滑行、刹车、紧急刹车。看有没有乘客接近他，会有危险。看下前面个 mon， 等一下，那闪下闪下，唔知咩嘅。前车，恐怖恐怖。今天去99号边啊。我在街头真啊。我街头真啊。红灯，那你说他旁边站并排，在一边坐。啲灯唔得意啊！路轨嘅范围全部都系有草嘅。然之后呢度就有个吊车轨，咁啊俾对隔篱线嘅列车转过嚟啦，系头先个尾站嚟嘅，依家系直嘅。咁啊，暫時而家都係得個8個站嘅啫，呢條線。呢叫上面咧就係嗰啲電線，咁啊俾列車集電工喺呢度插電啦。唔係呢個啦，定啊咁啊！依家就可以撳掣開門啦，係啦，嗰邊有人上落車啦，咁啊撳掣就可以噶啦。
即係而家解鎖咗對門咯。而抵死嘅呢個設計，嗱熄咗啦，咁啊冇啦，冇得出去噶啦，鎖好曬噶啦啲門，記得開車啦。前陣之星啦，我諗就可以轉成呢個紅色線啦，高雄捷運紅色線啦。係啦，跟住隔離又有列車啦，可能呢度得三架車嘅啫，呢八個站。我可以看到這裡有多少人了，叫人拍一點，這裡逼了多少人，這個站全部都逼滿人，挺誇張，這裡的駕駛車賣了廣告，停了車，然後就可以按掣，要按掣才開到門的。剛剛這個就鏡頭就顯示了進去的螢幕啦，對啦，那麼開得久呢就會關上了這架東西，那麼有幾多燈下的，成十盞燈，那麼車尾燈一盞，跟著車頭燈有三盞，一盞就轉彎的燈啦，去高雄展覽館的這架東西，對啦，很多人還在湧進入駕車道啊，關了門啦，還有一對門啦，收埋啦，係啦，啱啱個集點工收埋咗啦，唔知睇唔睇到啦。列車跟住離開，咁啊有嘢鏟嘅，有個嗰啲係呢個就係集點工車卡啦。係咁嘢鏟，係防止啲嘢卡入啲轆度。咁啊，十分鐘一班咧，而家試行緊嘅時候就免費嘅，幾好，暫時免費嘅，任人上落。咁啊，好快又逼滿人㗎喺度，係啊，咁我走啦，拜拜。